董小姐她好像已经怀疑方玉泽了。你说什么？你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，活该！当我第一次遇见你，我就对你心动，我可从来没有因为谁而这么失控过。只有你，青瑶，现在已经名正言顺的变成了我的女人。再问你一遍，董青瑶呢？